那念得成熟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能所就没有了，还有能有所起心动念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佛号分明。这句佛号自自然然升起的，不是从意识里升起的，意识升起是有分别之处。这从哪里升起？从自信升起的，从真心升起的。不起心不动念，真心，真心里面升起的佛号，叫暗合道妙。你没有修禅定的功夫，禅定最上乘的功夫在你身上出现了，便其《金刚般若经》上所说的无住生心之妙谛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什么意思？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慧能大师在这一句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我们念佛人可以到这个境界。什么时候到呢？念得成熟，能所性没有了，能所是分别之处，心无所住，就是真心现前。佛号清清楚楚，这个佛号是从无住身心生出来的，暗合道妙。跟八万四千法门成佛之道相应的，人家历尽千辛万苦，用无量劫的时间才能证得八谛。你在一生当中没有多久的时间，一句佛号念得成熟，万缘放下，你跟那些大菩萨境界相同。慧能大师在《金刚经》这一句开悟，你也到这个境界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